杀，不如扬了吧，不是你的菜快点放下吧，脚下的路有千万条，怎么迈不开步还要老守着它，好不准的麦别把药来抓，不该做的事儿别去惦记它，外面的世界有足够大，何必一辈子就做那井底的蛙，给你一个舞台你上不上，给你一个天梯你怕不怕，人生的路上有途啊，怎不闯过那风雨去看彩霞，给你一个机会你干不干，给你一个理由你怕不怕，人生要算来有几冬夏，千万别忘这世上，昨天爸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这么些年，你辛辛苦苦抚养我长大，为了我，你年轻时候连婚都没结，现在好不容易组建家庭了，我还阻你，我就是个混蛋。苗苗，你能说出这些话，爸爸很欣慰。你长大了，苗苗，老丁，妈，小茹，二柱子，有事你就说呗。苗苗，老这个人吧，这嘴就爱说，哪说不对地方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老，你说啥呢？我就是个混蛋，我还跟你干仗。老，你那胳膊还疼不？老不疼了。老爷万万没想到，咱家还出个和田道高手。老爷，那是跆拳道。哎呀，别管啥道了，教老爷两招，省得我耐欺负啊。老爷，我啥高手，我就是个陪练的。那陪练咋的呀？你说我给你老爷唱戏，你老爷不也是陪练的吗？但是苗苗，老跟你说啊，你老爷那掌声可多了。苗苗，姥姥说的对。咱们国家那么多优秀的体育人才，世界冠军，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些默默无闻、认真付出的幕后工作者，才有了他们舞台上的高光时刻。他们的奖杯、奖牌、荣誉，那都有你们陪练的一份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说呀，你们的工作是伟大的。爸，你说的对。我们做陪练的工作，真不是一般人想干就能干的。我们得掌握所有对手的技术特点，然后模仿他们跟我们的选手打。所以我们的工作真的很伟大。姑娘，你是爸爸的骄傲。爸，但我觉得你比我伟大。这么些年，你辛辛苦苦地抚养我长大。你默默为我付出了太多了，你不就是我的陪练吗？跟你比，我吃那点苦算啥呀？以后我在队里有啥想不开的，心态不好的时候，我就想想你爸，我全能过去。记住了，姑娘，爸爸愿意给你做一生的陪练。对，
苗苗，我和老丁一起做你的陪练。谢谢姐。谢妈。谢谢小马姐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呢咱们家呢都团聚了啊。苗苗，你姥和你姥爷呢希望你常回来啊，有啥事呢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啊。这个家记住了，永远是你的家啊。来吧，来咱吃饭吧。爸，我敬你。别敬我呀，你得敬姥爷和姥姥。敬姥爷。好。敬姥姥。好。那咱就一起干杯。老根儿啊，嗯，我发现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太好，是不是睡眠不好啊？我前两天有点要感冒，我后来吃两片药顶回来了。哦，得注意休息啊。是我没事儿。我来了这些天，我发现大奎和二奎在有些事情的看法和处理上分歧还挺大呢。嗯，你说这样下去的话，不得严重的影响了咱们山庄的发展。他俩呀，从小就没合过。现在这大奎呢，也是没啥事儿干，掺和不进来。二奎呢，脾气还挺暴，他俩难合。我也正寻思呢，有这哥俩搁这儿。天天各级各级的，对人家金客影响也不好，是不是？不知道咋办呢？你也不能把大奎打不家呀。嗯，前天呢，我听世信跟我说，大舞台那边也有些问题。那个前一段时间，山杏因为个人的感情问题，对大舞台的管理不像以前那么严格了。现在呢，药丸子暂时在管理大舞台，他太年轻。在管理上没什么经验，要不那样，咱把大奎调到大舞台去，把大舞台好好管理一下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世信的主意还是你的主意呢？是我的主意，怎么是世信的主意呢？这个又把他哥俩调开了，另外大舞台也是咱的门面，很重要。对呀，是个好办法。我呢，跟他聊聊，这事是好事。大奎，哎呀妈，你干啥呢？你是不是跟个鬼似的？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你！这灯不亮了，我这鼓捣鼓捣。你看，嗯，你让你鼓捣吧。行了行了，你别鼓捣了。不行，他得找我。走。哎，你这不是我跟你说，你咋那么笨呢啊？今天开会时候，你就应该抖了抖了二奎那些问题，让宋佳佳把二奎给拿下。抖了啥呀？抖了啊！那韩冰仪说的多清楚，代表咱爸来的，你说啥他都能如实，就跟着爸回去就得学、啊。再者说了，我是那样人吗？过这么多年我啥人你不知道啊？那不白闹一场啊？也不算白闹。假如说呢，那个宋佳佳如果同意经营散客，那这块咱们就拿过来。蛋糕虽然小一点，但是来讲。我去，咱们远离他们点儿啊，也行。毕竟这个散客也是咱山庄的收入的一部分，咱把它弄好，也算做一份贡献，实实在在做点事儿嘛，啊。那点出息吧，散客业务就把你给满足了啊，整个山庄都应该咱们说的算。再说，你不是反对搞散客吗？此一时彼一时啊。现在我呢，一呢是不贪心，第二。我出去省心，哎，就这点想法。你别说，搞散客业务也行，那得让我回山庄，把我的销售部给恢复了，我来弄。那都是后话，啊。哎，那珊珊怎么没回来呢？刚才打电话说在山庄要加个班儿。能不能跟韩世信的事有别的事？那我哪知道啊？熬不过来的心。你看，该亮时候亮了。我看。
珊珊，我给你盛碗汤，热的。谢谢。咋这么晚才吃饭呢？今天财务活多，忙到现在。那要不我让厨师给你先做两个菜，这都凉了，不好吃了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吃这个就行。那行吧，你先吃啊，我忙了啊。好嘞。自己在这吃饭呢，我也没人陪呀。咋这么晚呢？你今天你干啥来了？我这今天在外边跑一天，这不刚完事吗？过来吃点饭。自己来的，他没来陪你吃啊？咱能别说话阴阳怪气的吗？谁跟我吃啊？谁跟你吃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俩现在不正打得火热呢吗？天天二十四小时在一块儿，山上山下的溜达，这会儿咋不来陪你了呢？我啥时候跟他二十四小时在一块儿了？那我不知道。不是，人家来咱们山庄，人是投资来了，现在是咱合作伙伴，我不就领他上马场，上什么那个果园啥，带他看看场地啥的。他手里有那个酒的销售渠道，咱那个梨子酒现在整的也挺好。这事儿也是你二叔那边拍板定的，那我不赔谁赔呀？而且，刘倩来咱山庄投资，你连跟我说都没说一声。这事儿。你根本投资什么招商这块你也不管这块，你让我跟你说啥？我跟你说咋的？我说这个刘倩要来投资，你同不同意啊？工作的事我是不管，那感情的事我是不是得管呢？咱俩现在这样因为谁呀？那不就是因为刘倩吗？你是不是至少得跟我说一声啊？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，就是之所以咱俩感情到现在这样，我感觉跟刘倩好像没啥关系。我俩是真有啥事儿，是你看着了是咋？你要真抓着了有啥事儿也行，就你那小心眼儿，现在我看就这么大点儿。是，都是我的事儿，都是因为我是吗？你一点毛病没有。我们就是同学，那同学在一块儿就合作干点正经事儿不行吗？那咋的？你们班同学就一个人啊？你们班没有男同学啊？你干嘛非找他呀？不还是因为有感情吗？咱能不能把这个事业和感情的事儿咱掰开，咱别往一块掺和，行不行？掰不开，已经掺和到一起了，你掰得开吗？就是我一天就是，现在就是为了咱们山庄这些项目都让我一个人去跑，推进都我去干，那你能不能心疼我一点啊？就是你能不能你没事你给我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啥的，行不行？那你告诉我要冷静冷静吧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呀。你给我打了吗？你给我发了吗？你不天天跟人家在一块儿了吗？你还是发错了，发人那儿去了。咱俩能不唠刘倩的事儿吗？行不行？我没法不唠。就是你眼里能有点别的事儿不？我也一天没吃饭了，就是你能不能就是惦记我一下？你就是说你吃不吃？你没吃饭，我去给你盛点饭去啥的，咱俩唠点热的，好不好？现在轮不到我惦记你啊。你身边不是有人惦记你吗？咱能好好说句话，然后咱俩把这饭好好吃完，行不行？就你这样，你现在让我怎么吃饭？咋的？现在看着我连饭都吃不进去了。那找刘倩过来陪你吃，你能吃得香？我感觉你现在就没救了，你知道不？就是没办法正常交流。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收起来，母亲的剑。停停停！完了啊，这唱不对呀、啊！演员不能光嗓子好，你必须得声情并茂，明白不？知道什么叫声情并茂不？
就是表演与畅想合二为一。给，我不喝是吧？你给我拿着。谁问你渴不渴？上那边站着。嗯。看着我点儿，我呢虽然嗓子没有你好，但是你学学我的表情，你不能白呲啦往这一跪呀，你得这样。孙安嫂，赶快的收起来。母亲的家，你听听三弟我来叔叔下情啊。看到没？啥？眼泪没掉下来。我控制的。我想让他什么时候下来，他就什么时候下来。这叫功夫。过来练一下了。姐，你过来了。那，师傅。琴来了。嗯。师傅，你休息一会儿吧。那个小月，我怕你排练太累了。姐给你准备的海鲜粥，姐给你盛一碗啊。哎，那能喝吗？又不是给你做的，人我给小月做的。就小月就不能喝，人家过敏呢，没好呢。那海鲜是发物，吃完那不得严重吗？哎呀妈，小月海鲜也过敏呢，姐真不知道，对不起啊，小月。没事，这两天喝不了，过两天能喝，姐，谢谢啊。你别掺和了，赶紧把那拿走。往那边排练去啊！啥叫别掺和了？这师傅正好讲戏呢，我搁这儿也学习学习啊，师傅。你也不参加比赛，你学啥呀？不是，要不然你咋说话呢？师傅，你瞅他。你站那块儿，我练不了，我瞅你过敏，行不？师傅他说他瞅我过敏。你也过敏？你现在看着我俩排练你就过敏，搁那搅和啥呀？不是，要丸子，你说啥呢？我来这儿给小月道歉来，我本来就挺对不起小月的，你咋不给我道歉的机会呢？过分了，丸子，你凭什么？能走不？我不能。我走。要丸子，你干啥去？排练说走就走啊？姐，别跟他一样的啊，小月。姐真不知道你海鲜也过敏，姐给你道歉，对不起啊，小月。没事，姐，你说啥呢？姐，其实我特别感动，知道吗？你说你不赚多少钱，你还花那么多钱给我买条小狗，但我就是过敏，还养不了。小月，你能这么认为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太好了，小月。姐，你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了？我没事了，你那粥真不能喝呀。今天真不能喝，谢谢啊，姐。行，以后姐再给你做啊。那没别的事儿，我就找他排练去了啊。马上比赛了，我挺着急，行吗？不是，现在还排啊？那我排是不排呀？排，排，去去排。那我就走了啊。那啊啊。正找你。你找我干啥呀？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知道你给我那只小狗吧？你也过敏了？啥过敏了？我喂老好了，一天我喂三四遍，现在就可胖了。吓死我！你就放心吧。哎，老弟，你瞅我过敏不？啊？你瞅我过敏不？我瞅你。啊。有时候我身上也酥酥的。哎呀妈！完了，你也过敏呢？不是，就是紧张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做好吃的了，姐？对呀，我给小月做的，她没吃，一会儿你吃了吧。人是不是没吃？嗯。姐有句话可能老弟不该说。嗯。你说你天天围前围后伺候他们几个，没换出好，你说你图个啥呀？咱就说比赛这个事儿，因为你们三个人表演，完了他俩去的，把你甩下，你说这啥事儿啊？一身功夫都白瞎了。宋人不说了吗？说比赛谁都可以参加，
我问白老师，白老师说他不去，实在不行咱俩好好排排节目，咱俩去比赛呗，也拿了大奖回来。你可拉倒吧，你的嗓子多高啊，我咋能够上去啊？再说了，白老师唱的多好啊，我这辈子我也赶不上啊。姐，你说你演啥我陪着你，我什么都会，你就要完了演那些东西我都演过，只不过就是这环境啥的我就不好意思演。哎呀妈，我怎么发现你最近有点骄傲呢？这话说的也太冒失了。姐，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你就天天这样似的，我瞅你我可怜你。你瞅我可怜？我可怜吗？我多可恨呢。你看还跟自己过不去，你说你论长相论业务都多优秀，你得自信点儿，你不能天天整一些负能量的东西。不是你一个小孩儿，你懂啥呀？姐，你说谁是小孩儿呢？我都成成的了，我什么都懂。你可拉倒吧，这个你自己端着吃去吧啊！姐告诉你，别太骄傲，好好努力啊。没明白我的意思。爸，哦，过来了啊！啊，啊，有事儿吧？找我们。啊，哎呀，身体挺好的，都成那样了，行就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嗯，告诉你一个好事啊，我跟你妹妹联系上了。是啊，那她在哪儿呢？咋样啊？她挺好的。挺好，嗯，现在呢，他在养老院，哦，给人家做义工呢，好好沉淀一段，伺候老人家。那个赵三跟他去没去？那挺好，那行。你这姓也是啊，才来信儿，你这样爸惦着，我们也惦着。今天早上我们俩还叨咕呢，这姓怎么情况？有点气儿，有点气儿，跟我生点气儿。嗯，但现在明白了。嗯嗯嗯。我爸说的对啊，这俩姓走了以后，你瞅着你眼瞅着就都见憔悴。我先跟你说一第二个事儿啊，这不姓走了吧，嗯，大舞台这头呢现在缺个人管理，毕竟大舞台是咱家的产业，我还是想让咱家出个人盯大舞台去。嗯，得出个人了，要不然的话你要丸子他也没有管理经验。你们啥意见？我夏雨啊，他不行。第一，他不懂二人转；第二，他的脾气。我肯定不行吧？没有你那想，你能干这个？哎呀，那谁呢？我前思后想啊，嗯，你说二奎呢？我想让他去吧。京客合作，毕竟他是牵线人。在这里时间那么长，也便于工作和沟通。对对对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是你去合适。爸开玩笑呢，我能上大舞台吗？你说就是，不是我没开玩笑啊。那爸，你说这个是真事儿哈？你我这开玩笑干啥呀？我为这事上火，我怕你想多了。爸，那个是正事儿啊。我知道我现在搁山庄呢，属于没有什么事儿可做，挺闲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您放心，我可以离开这个山庄，我们两口子自己再做点生意，我们不养家糊口没问题的。那我你儿子你也不知道吗？做这年生意，我可以离开。那去大舞台我是不可能去。大奎，你这话说的是我往出撵你呢？我是那么想的。你想哪去了？你在我身边待的时间最长，按理说咱家这几个孩子你是最孝顺的，最听我话的，而且你是有能力把这件事抓好的，我才这么信任你呀。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任务啊！你想想啊，你说大舞台万一到最后能够把它做起来做大了，
有能力超过现在的龙泉山庄，到那个时候的前景你看看是啥样。你搁这吧，说心里话，你说有二奎领着金客来，有些事儿呢你又插不上嘴，完弄得也挺不好的，是老是不得发挥。我寻到那让你发挥发挥，完事儿呢让你静下心来把这个事抓起来，好不好啊？爸呀，你不能可大奎这么整吧，啊，谁老是你欺负谁，你说你要把大奎撵出山庄这合适吗？呀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是啥意思？你说二奎回来了啊，大奎从董事长现在变成了副董事长，这怎么的又给他踢到那个大舞台去？那你也太欺负人了吧，让他怎么抬头见人呢？你别说话行吗？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？你说，你说你这出咋又来了呢？爸，你别生气，他就这样。那我怎么了？你说说，你说大奎，别家家了，搁这个呱呱呱呱说啥呀？你听我说行不？那你说，你把你脾气改改行不啊？咱有话慢慢说，别吵了行不？我年龄也大了，一吵直迷糊，说到哪都忘了。你干啥呀？我是不想吵，爸，你凭良心。你说的是你在山庄主管的时候啊，要不是大奎把企业卖了投到山庄，你这山庄能有今天吗？这怎么的，山庄好了，现在这么打住，新房杀驴，他不是你亲儿子啊？说完吗？少说两句。来来，大家都说出来，我还插不进去了呢。来，再说，少说两句。你说完没？我问你，你听我话行不？你说，现在龙泉山庄跟人家金客集团合作，所有的股份人家是大股东，咱们和村民占小股，不完全是咱们家的产业，只有大理舞台这块产业是咱独立的，是当时你们给拿出800万来吧？是，你看看吧，就把这个宋开元这活就接过来了吗？这个产业是咱们自己的，咱必须靠咱自己家人去干。如果你们要能接这个事儿，这个股份就给你大奎，就给你家爸主要。爸，爸爸，你跟你，我跟、哎、跟钱没关系啊，跟钱不关系。不是我唠的不是钱呐，现在燃眉之急，大舞台那头挺乱，咱不得派自己家人管吗？你过去还熟悉这个剧团，你看三姓不在了，你不去谁去啊？药丸子搁那，他那么年轻能管好吗？那个。这是信任，你记住，你把这个大舞台做大了，你照样站起来呀，让他们刮目相看呐。哎，山人，可能这次我来山庄投资，给你和世信之间带来了一些麻烦，造成了一些误会。但是山人，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们。因为我跟韩世信，我们俩大学同学那么多年，如果我们有什么的话，也不用等到今天，可能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所以这件事儿呢，你不用多想，珊珊。你今天叫我出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啊？对呀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俩走在一起很不容易，经历了很多，而且我觉得你们很般配。我更不希望因为我的原因造成你们两个人之间感情出现任何问题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我宁愿不来沈庄投资。如果真是那样，那我可以撤出来。那没那个必要，毕竟感情跟工作是两码事儿。我跟诗信的感情现在确实出现问题了，但这个问题是本来就存在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或许你的出现只是加速了他问题的显现吧。但是我觉得以后无论我跟诗信还能不能在一起，
这都是我们俩的事儿，只有我们俩自己能解决。你也不用太往心里去。好，珊珊，我希望你们幸福。我因为还有工作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爸呀，那山庄，你说说我们家那么大的股份，你要都交给二奎，我们也不放心啊。你们家有多少股啊？还股份呢？你老寻思你那个事儿，现在大舞台给你们了，还不行吗？你要是执意让他回去大舞台，那也行。那个，你先别说话啊。嗯，看起来我不去是不行了。不是，你咋那么好说话呢？啊！你别说话，你先别说话。你这孩子咋的？你别听他的，爸，你听我的。惹我生气是不？我不爸，你别跟他一般。爸，别跟他一般。我这都没说明白是咋的。我去，这一件事一件事往出冒，干啥呀？让我活不？你别吱声，我去啊，爸，我不但去，而且我还得干好啊。有决心没？有决心，有决心。但是你得答应我一条，毕竟你也管过剧团，然后有不懂的事儿，我征求你意见，你得指点我啊。我呢就告诉你，嗯，到那第一个，嗯，要注意跟演员之间的沟通，嗯，最难管的是这帮演员，嗯，比这龙泉山庄村民难管，是啊，这帮人思想活跃，但是又不可怕，他们呢。是善良的，知道吗？嗯，你跟他们沟通好，跟药王们问一问，现在是怎么回事，把把脉络。但是节目是往啥方向排？我没有。节目这样，现在国家下文件了啊，往积极的、正能量的啊、价值观准确的啊，多排点那些积极向上的，行，别整那些老玩意儿了。你整一台请导演，你多花点钱，没事儿。这个不行，咱山庄跟说给你请点资金，你改造节目，不然的话咱们先不用演，你就告诉咱去了到那先整顿，停下来，咱拍一套节目再重新开始。我呢向您表个态，我呢你大儿子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啊，无论想干什么，只要想干，我指定把它干好。我相信你有这能力。嗯，爸，我有个要求，你要是执意让大辉去大舞台，那我就得回山庄。那我们家不能都在山庄没有人吧？是不是？你就这出呢？那山上还在山庄呢？你说那个，你要说回来，就他不去大舞台，爸也能让你回来。你同意啊？不是同意不同意的事，你回来能不能好好干？我肯定能好好干的，爸。你看这又虚乎上了。我还有个要求，嗯，回山庄，那我必须回到我销售部，我不能像大奎似的在那挂个闲职，啥事儿都没有。你别搁那这说一个又说一个，还啥事没有？他干多少事儿啊？就他的忍耐，你就得学习。行了，大奎如果不搁那忍，跟他弟弟不得天天干仗吗？他做的非常好，忍是最难的，行不行啊？别有私心，啊，好好干。真是树倒猢狲散，知道你要走，连个送的人都没有。我一天一天的老往歪处想，没看大伙儿都忙着呢吗？忙什么忙啊？知道你走了没有用了，一帮势利眼。哎呀，有那么一种人呐，什么事儿都往坏处想，那样不好，会影响运气啊。就你心大。哟，赶紧去。副董事长啊，啊，听说你要走了，调走了。妈，这也太突然了，给你当手下没当够。嗯，没事啊。我去大舞台那边，那个山杏一直没在那块儿。嗯。那块儿没人领导，然后我爸让我去，我这属于临危受命吧。啊，那边也挺重要，是咱自己家产业。有时间到大舞台看我。嗯，好，郭董事长。哎呦，董事长，哎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来了就行，来了就行。我听说是把你调走了，你说也不知道他们咋寻思的，你说，董事长，
我认为啊，把你调走，这是山庄的最大的损失。不，把你调走的是山庄的一大损失，那损失就老大了。咱说呀，周经理呀，你这优点非常的明显，比方说你啊，就他啊，无论给谁手底下干，哎，都能干得明明白白的。即使犯错误了，错误再大，还能官复原职。哎妈，这你说这不都是董事长的栽培吗？我没那两下。其实说句心里话，董事长，刚开始接到这个通知，我这心里啊咯噔一下，我心里说怎么能把你调走呢？你说咱们风风雨雨这么些年，是吧，我在你手底下，真是你这一走啊，我这心里空得牢的。没事，我这一走啊，这董事长这个位置空出来了，然后你可以捞一捞，真的空得牢。董事长，你说说啥话呢？是不能那么干。行了，别难过了，大回走了，我回来了，没事，你该咋办还咋办。不，我大嫂不走了？不走。他接副董事长的位置，恢复我的销售部。哎呀妈呀，太好了！大奎，大奎呀，你抓紧赶紧下来吃口饭，咱老走。来了，我来了。我这领带老也不打，怎么整不明白了呢？你看行不行？哎呀我的妈呀，这家是干啥呀？这是呀？啊？当董事长我也没见你这么捯饬啊。哎呀，就是去个大舞台嘛。咋的？啊？小姑娘多是不是？我给你提个醒啊，小王秘书可在呢。你说那没用的啊。哎呀，这次去大舞台呀，说来呢，任务重大，你知道吧？这是爸对我的信任，他能让我去，对不对啊？你能不能不再把自己太当回事？有啥重大的？那大舞台别人都不爱去，让你去了。还别人不爱去，他咋没让你去呢？你以为那大舞台谁能管了啊？咱爸再三提醒我说是，大舞台那地方，你别看地方不大，那可演员可不好管理。另外，咱两口子说心里话，咱家投那些钱也在大舞台。是不是啊？另外大舞台也是山庄的一部分，咱们既要干了，就把这事干好啊！我这些日子在山庄闲的，那可老闲了，是不是？那倒是。所以说，咱们既然答应爸了，就把这事做好，对不对？整力争的，对不对？人是一，马是鞍，对，话是拦路虎，一是渗人毛，你就等着我凯旋吧。哎呀，行。哎，珊珊怎么没来吃饭？走了，走了，早饭都没吃就跑了。本来答应好跟我一块上班的，你说这孩子真是的。哎，嗯，你说他能不能和韩世清飙一块儿去了？不太可能，太不可能了。为啥呀？据我了解，他俩最近呢，始终在闹矛盾，知道吧？再有一个，刘倩来山庄投资，你知道吧？他为什么来山庄投资啊？韩世信走那段时间，他俩始终在一起，你不觉得这里头，啊？明白没？还有，我头两天我去来的。你去干啥去了？我去找那个刘倩来的。找他干啥呀？夫人之见。我呢跟他这么说的，我说我家珊珊跟韩世信的事儿，我们由头到尾，我们两口子都不支持，是吧？如果你跟韩世信，你们之间有可能的话，你们尽管大胆的相处，啊，这挺好的，是不是啊？行，这回我到山庄啊，我也盯着点。对呀，可别让他俩在一起，看着闹心。你这到山庄一上班，珊珊在你的眼皮底下，啊，有点啥事儿，逃不过你的法眼，对你放心吧，啊。这回我俩呀，都有事儿干了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饱满热情的态度去工作，浑身充满正能量，活出个样来，做出个样来，给自己看，也给大家看，啊？行。
山区下好可不容易，你得知道啥时候跳马，啥时候出局，过日子忙事业哪能都如意，大丈夫你得能昂身，也得能屈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活那一张皮，说话办事要把诚信放第一，我把家规要牢记，养育之恩更要珍惜呀，忠孝传家自古就是这个理，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这盘棋，走